你就快活了，我刚刚说拍拍手，在家里面不要坐了坐了很久，人的囡仔，咱的孙啊，去学校读书，45分、50分，就要下个十分，陪伊去弄弄的，有无？有安尼无？啊，你伫厝的有哪？
坐落去半点钟，半点钟就爬起，行行，哎，安尼行，哎，你若好爱行，你安尼你咖啡就好，那咱你调度嘛，刚出来嘛。所以从家里面做起，从本身做起，规日也不做屁。我们在座各位，等于是长老级的，人生经验都很丰富了，同不同意？同意。来参加这个露营的节目，
叫刘有弟，冒金刀刘，有没有的有弟弟的弟，实际是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，让人上进，而且让老人家也有一个等于是尝试知识，有很多收获，实际发扬的很光大。我是基督教，我就是那个陈师兄啊，他们贤康利啊，还有邱师姐啊，他们都还很关心呐、啊。他讲的很有道理啊，你照镜子叫自己的名字啊，这要常常走动走动啊，五分钟啊，要是半个小时，不要坐太久了。他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啊。